参加全国性一个啦啦队的比赛哈，啊，得到很好的成绩，啊，三项冠军，三项亚军哦，员工是成绩，员工可以玩，足无简单嘞，即足感谢咱姚老师。当然，姚老师长期伫引领哦，今年咱个舞蹈学院哦，啊，送给姚老师佫一个哦，员工舞蹈教授，而且做硕士哦，确实无简单哦，啊，伫咱引领的员工啊。对咱舞蹈界员工一大贡献之家，感谢姚老师平常的付出，啊，对晚年一旦吼，未来一旦啊，一旦对晚年一旦对舞蹈旦发光发亮，啊，带动这个引领的舞蹈的啊一种一风气的吼，也感谢咱姚老师了吼，哎，恭喜这八位同学，恭喜。这次参加比赛呢，我是带我们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孩子，那最大的是国中生，才一年级，那我们也非常荣幸的在这么多个队伍里面呢，我们的国一的孩子也在国中组这边呢得到了冠军，那最小的是小学四年级，有两位啊，现在镜头带到的是我们这个很小的这个迷你的孩子啊，他就是第一次进城，很开心啊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幸运，也觉得说能够借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呢，能够跟着我呢，跟着我们团队呢到台北去，所以非常开心。而且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比赛呢，是在12月底，所以12月25号那一天呢，他也很开心能够到台北新北城的这个耶诞城去游玩。他非常的开心，希望说下次能有这个机会呢，能够再跟我到外面去见见这个世面。所以呢，虽然是我们乡下哈，但是进城去，我们不输给那些都市的孩子，所以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我相信我们园里的子弟兵呢越来越棒，我们也很感谢我们黄龙生校长哈，进修校长以及我们会长这么大力的支持，最重要是我们园里市长呢一直在推动这个义务活动。我希望说将来呢，尤其是我到学院已经超过40年，能够用更好的成绩来回馈我们地方的人士，对我们。哎，你走着。